再爱一次，一生守候。阿达，这届吼，我一定会替你赚到钱啊。那方便哦，你这届问清楚啦，莫阁就今日发生这种情形啦。不是啦，我唔是介绍什么人给你认识啊，是我有一个同事啊，伊给我报一个股票，稳赚的哦。股票拢跋筊咧，哪有可能一定稳赚啊？这个同事已经考考啦，若是有倒一个大头家要计划有倒一个股票的股价，伊拢会偷偷甲阮几个较有交情的同事讲。若是无这种内线消息，我哪会敢报给你知啊？正经想要投资，啊，要做业绩，让你你也无爱。啊，你即摆有爱接我的单吼，你就帮我买过去啊。这届我一定会替你赚着钱。调清楚，是以后哪个何况你妖魔鬼怪啊，来这啊，你酒店我给你拆掉了。是啦是啦，快坐啦。好嘞好嘞，坐坐，去去去去去无用啦。好啦，是。妈咪啦，我来领酒。嗯。快进来。来。这酒店有电话呢。喂，啊，大伯，啊，这样的话，哪会困啊？啊，困袂去啊，即马一个人伫咧外口，你迄边哪会遮尔吵啊？啊，我伫外口应酬啦，你想得怪怪，是发生什么代志是无？无啦。我想讲要去找你啊，你怎么在做？这桌要结束啊，我随回去，你过去找我。OK， 拜拜。你去倒？我变来无闲啦。上班啊。来。你稍微倒啊！是谁在敲打我窗？
你走去倒啊？啊，困袂去啊，想讲要找朋友开讲。啊，是啥物朋友啊？刚刚我要找啥物朋友，该甲你报备。讲袂即个意思啦，啊，我是讲哦，遮尔暗啊，人嘛拢困啊，你叫来乱敢好？拄则已经敲过电话啊，当然别困，安尼应该袂。哦，若敲过电话就好啊。我明仔载就要回去，要困这里困，唔免等我。亚芳，我遮尔暗啊，你家己人说你呢。阿妹，稍微等下时阵吼，甲我讲一声，我叫你好不好？好，车来啊，我要走。亚芳，亚芳。世人的幸福就交予你啊！你爱真真正正共阮疼惜，啊！你即马讲的话，做出代志，已经无感觉是真的。莫分我话西，我都掌握。这娘话我走出来，正华伊敢知影？我先出来，伊是看着我无伫个，才知影我出来啊。阮拄则已经通过电话啊。你是安怎要走出来的？阿刚讲你唔惊正华，伊后背上甚至怀疑。我已经无多管遐尼济啊，我真正无多甲伊困做伙。你真正这么讨厌伊，我都跟伊睏做伙。无唔对，我即马才知影，爱一个人的时阵，就算二十四点钟拢白做伙嘛无要紧。也不过那是无爱啊，得靠，我无想要互伊看到。看起来你对中华真正是彻底死心啊！之前阮拄结婚的时阵，阁真恩爱。甚至我阁想要替伊生一个囡仔，也毋过伊一届阁一届予我失望，我即摆对这个查甫人已经无感觉，甚至我阁想要马上离开。大宝，也毋过你千万哦，别当安尼做，因为时机还袂到。我已经无法度阁忍受啊，我即摆。就马上跟伊转互你。你即摆若安尼做，你家欠你，就永远讨袂转来啊！你想看卖，自你嫁予仲华以后，承受真大痛苦。无论是你的心内，还是你的身躯，拢互你家糟蹋个真忝。你家欠你遐尼济，你若袂当。好，你呾受到教示，安尼你敢会甘愿？我当然嘛唔甘愿啊！既然是安尼，就先把这口气忍落来。在你家要保障你正常，千万唔通避免。安尼做，唔那是为着讨公道，嘛是为着保障你家己。你讲话我拢知影，但唔过我……既然你知影。就莫阁三心两意，你是一个真巧的人，安怎做对你好，你应该真清楚。
蕾蕾，来喽，来，大强啊，哎，那你今日哪会穿外裤啊？免上班啊？都公司也无规定，讲一定要穿套装嘛。我想讲穿安尼哦，较少点。安尼哦，我搁想讲是不是你目睭干怎啊，所以请假，无代志就好。阿妈，妹妹有啊，咱走去坐公车。钟毅，进去。你哪来？阿伯，阮家无欢迎你。爸，我讲的是真实的。阿伯，我是来找阿母的。啊？找我？阿弟，你点点？来坐。无啦，还是阮健身中心每办员工旅游，阿想讲哦，拜托阿母是不是当大帅房间？无啦，无问题。好啥啦，好啥啦！哎，细弟，我跟你讲吼，你唔通安尼找一个理由要来这相骂咧吼！恁老爸来霸占我的财产，即马你阁想要来诱拐我的查某囝，恁爸囝是安怎？当作我是好欺负？阿伯，我对倩倩是真心的，而且我嘛是互相喜爱啊，才成全的。成全你？啊，你啥物人要成全我？你甲我讲。恁老爸把我害到足凄惨呢，我若受着恁老爸迄种自私、迄种无情无义，我就规腹肚火啦！啊，叫我原谅伊，哪有可能？我想要做亲情。阿伯，我爸拢已经心心诚意，甲你回死你啊！敢讲你无感受到伊的心意？而且我爸爸讲过啊，对你的亏欠，以后一定会偷偷的甲你补偿。免，免。阮无需要恁的同情，总讲一句吼，你离阮倩倩安尼愈远愈好。阿伯，阿妈，我讲的台湾话听无？要讲国语。爸，无可能啦，无可能就无可能啦。妈，你小大声要创啥啦？有话袂当好好讲哟。啊！连你也要跟我作对音？啊！连我都要大声。啊我，啊拢你啦，拢你啦，哈！啊，阮家本来一家伙，大家安尼欢欢喜喜，你一个入门尔，啊，你害阮的冤家，你给我出去，出去！啊啦，唔出去，好，唔叫我牙关了，哎，小心下我啦，对，开始。所以这么好意来跟你讲，你跟我说话你都会脾气啊！我若看到伊啊，我就受到迄理由在啦。我跟伊冤仇啊，这世人无解。哦，你也免笑，想讲要跟伊再继续来哦。我感情代志交给伊处理啦。你这摆是伫安怎？是孤单，我给完。好啦，阿伯啊，阿伯你早间都要骂惨了啦。啊，无你看到你叫出去啊？实在是哦，你。你给我出去哦！你给我出去哦！你若不出去哦，卡久我就跟你讲好等。出去！出去就出去啊！喂，这欠欠欠，欠啥？啊！你明早给赶出去，恁早间就会带出去。啊！你爹母阿才欢喜。这款情形，我还要有法度继续走落去。袂讲这款话，咱有信心。敢讲，你不是要跟我做伙啊？遐尼侪年的感情，我哪有可能讲放着吧？啊，不过你嘛有看到，阮爸反应遐尼大，
我较不愿意看到阮爸因为我的孤儿，伫咧伤心艰苦。一边是你，一边是阮爸，我真正足为难的。静静，你放心，只要咱的立场坚定，我相信有一天一定会当透过阮爸的心肝，互咱和和谐谐做伙。 我想要跟你分开。我嘛是啊，无论安怎，咱一定要坚持到底。 啊，歹势。你做啊，什么代志？我是要来问你员工旅游的代志啊。哦，我嘛拄好要跟你讲这个代志啊。 倩倩妈妈在旅行社做业务的，所以旅游的代志就找妈妈就好啊。是啊，拄则终于来阮家的时阵，有甲阮妈讲过啊。啊，我听终于讲，你最近开始处理行政的工课，真足辛苦的吼。袂啦，我嘛是想讲哦，加学一挂，总是想较远的，做有到老师，需要真侪体力，做到一个年纪就要转倒啊。你对家己的人生真规划哦。 这是亲亲妈妈的电话号码，你就跟伊讲啊，需要拜托你去的对吧？好，我知影，我紧甲资料传传的，卡面就去处理。嗯，多谢你啊。啊，健身中心都开始欠卡住，所以都麻烦你啊。你莫安尼讲啦，嘛是好一个机会，给我一寡物件，安尼真好。好啦，我先去无用啊。嗯，拜拜。 你哦，会当一个产出来的这样好的员工，真正是你的福气哦。是啊，丽丽哦，确实是够到三工足多的。啊，不过我上有福气的就是啊，有你啊，伫我的身躯边。哦，刚才无弄着片啊。 哦，靠面食饭的呢，哦，疼，我这个唔对，哦，阿干，老大，啊，你以后食早餐吼，我替你备哦。哦，好，姐啊，谢谢哦，你讲你边仔就好，我在面做食哦。太小姐，早餐食食哦，你做代志唔才有精神。谢谢啦，我即摆袂晓，你放下我在面做食哦。是咧创啥啦，阿干。 阿健，那边在受伤啊！我家己无说你去弄着的啦，弄着的啦！啊！我天啦！啥都要讲白菜，你这根本都不是弄着的，你敢想相拍？你敢人相拍？拍都拍，这哪有啥？你老实甲我讲，你啥都要敢人相拍？ boss啊，像闹鬼代志哦，你莫一直问啦。你对我遐侪年，你的个性我毋是无了解啊。你这个人，不管遇到什么代志，你拢嘻嘻哈哈，你还敢人起冲突的啊？你若要叫我真正 boss，你即马老实甲我讲。嗯，这个。是啊，照你讲，有啥物问题，阮会替你解决啊。 啊，就是迄个是。是啥拍的啊？林东家！林东家在给你拍。啊，就昨下班的时阵哦，林东家哦为着官司拍输咱哦，找咱的理论啦。啊，拄到小姐啊，我气袂过啊，啊，让人家去哦，那怎伊出手共拍？哎，你莫看我无点哦，我吼其实是君子动口不动手。 我是无出手，我一出手哦，伊无法度活我的心啦。哼！哦，林东江这输啦，做种见笑的，官司当然输嘛。唔知好反省，我敢出手拍你，真正受笑话。立信。
我要找伊算账。立新哥，煞煞去啦！我捌甲恁讲吼，就是无是你哦，互你甲迄个弄正的臭叔仔有小交叉吧？是啊，林东江这个人根本就袂见效。你去找伊，除了冤家相谅以外，搁会当创啥？冤家相谅袂煞，阿甘没有通拍糊涂。林信，boss 啊！我去搞啊。哦。这八爪是啥啦？吵死啊！好，就来啦！哎，好，来来来来！来了！你这小狗，你这乱鬼子，莫名其妙啦！你跟伊做唔对，更加假空假戆啊！你跟伊讲我谁啊？我怕伊袂乖。是李宗伟跟赵立信。哎呀，万一让伊发现我伫遮，就去了了。我今麦是要安怎？拄只伊个替阿甘讨的，即马要讨的，是我甲总会互你糟蹋。小狗今天怕我，歹势啦，我无法倒落来，家己斗三工。刚才你无落来，阿都无，这代志别空啊，等到歹收线。啊，我爸爸哪会伫遮？你敢有发现？应该是无啦，阿都无，哪有可能这么简单就走？家姐，这李仲惠、赵立庆、秦门大户来搞我找他。这毒哦，昏倒归个这样忝，干免找伊讨。哎，你手是安怎？无安怎，可能是拄只拍灵通胶，拍伤过出来。你就是伤过冲动。在怕人怕家己受伤，才就一种笨手，你无甲我懂，我做你怕甲伊做到袂。无咱来遐坐一下，我替你暖暖。哎，你有看好无？你放心，我无代志。我这双手是要来保护你的，我绝对不准任何人来伤害你。这我知影，啊，不过你为了保护我受伤，我也不敢呢。以后别跟你冲动好不好？嗯。因为我拄到林东江哦，我的龟巴都会抖起来，我惊我抖袂掉的。关系怕赢，
这嘛算是给咱一个公道啊，无少跟迄种人客气啦，好好拍拼咱的事业就好啊。欢迎，钟伟啊，你刚选李处长的时阵，姚芳竟然跟林东正站同队，我感觉真奇怪，我是我也无清楚。好啊，我咱先等下公司处理代志，看完再陪你去。喂，啊，今仔日才体贴，专工要来接我下班。无啦，算唔来个千年的冤家啊，心情也无啥好滴啊。不代讲吼，啊，咱是走工也无啥人去。哎，还想讲较早回来休困呢，我想到来载你哈。你哦，等一下你过节啦，啊，两个咪才冤起来。好啦好啦，卖给你电话啦，你先等我一下，我连咪好哈。好啦好啦，我知影。拍摄，借问者，原本坐这个人呢，我是查某囝。哦，你讲小金姐哦。嗯。实在有够白忙，你是搞爱卡动在偷卡咧球？讲你目睭歹，阁唔成呢？无甲一项工课做会好势，真正唔知公司到底要创啥？安怎？敢要去找头家斗？你做人通遐尔刻薄？我妈已经互你逼到无法度坐喺办公桌啊！即嘛是恁摒晒工课，我无要互你做。啊！你查囡仔人嘛无安尼气呀呀！啊！甲迄大种热滴，我才来是要创啥啦？啊无？你找你妈去辞职，另外去找头路啊！妈，行，咱来找头家。来嘞！哎呦，当做清洁工，嘛无啥物唔好嘛，嘛是工课啊。对啦，做人哦，大家知家己有几扭当。啊，既然你目睭歹，搁含慢，都唔通去共添麻烦啊。我看要继续留在家，做一个摒扫阿婶，安尼较实在。你讲话不哈尊重的哦！我是对伊无尊重，我讲我讲不对。奶奶，奶奶，阿姨这人本来就是嘴较歹啊，阿姨讲的话，咱个当作无听就好啊嘛。大家拢是同事，伊凭啥物安尼对你讲话？我一定要叫伊甲你回信的。啊！奶奶，奶奶。是搞我妈回去嘞？你哪吃无礼貌啊？今麦到底是啥个先回去嘞？奶奶，奶奶，奶奶，你先回去好吗？妈，你去把物件收收的，跟我回去，莫搁委屈你家己做这种工课啊！奶奶，这边哪会用的啦？啊，我工课还未做完，我袂这么无负责任呐。我就是无喊你继续做啊！你唔去收，我帮你去收。奶奶，奶奶。恁查囝是有够敖的呢，我把公司当作家己的厝的，话来就来，话走就走，一点仔规矩都拢无。你若袂晓教，去叫人来教。彩华，我那是伫玩笑啦，哈？什么代志啦？还佫有啥啦？做这万年助理啊，当调去做摒扫的工课，还佫找我的麻烦。那都无啦，大家拢是同事嘛吼，话事话少，少事话无，来卖计较。没遐尼简单呐！竟然给我出包，害我得给他客户一下子去共安达。我起码得因为去用调来做摒扫的工课，气昏，所以拄啊求涂骹搞我骹，当作啥？地板安尼给我拖过哦，我心就当拍拍了了。我真正不是挑故意，无你看你下下伫倒尾，
我要一双陪你啦。妹，你一个月赚偌济钱？叫你陪，凡事叫你放下，讲我咧欺负你。喂，你这安尼话较大细声哦，让人看到歹看了。来，我最好警告你一遍哦，你若想要继续当这做清洁工哦，你较甘愿的。头哦，啊较低，眼光较软的啦，啊你这看清楚，涂骹是倒位垃圾。代志已经跟江厂阿乔好势啊，无代志啊。妈，你唔要安尼停论，一口气我连体透得，无遐严重啦。你阿妈妈跟你转去，妈妈就跟你转去，是啦，都往调去变数，讲话遐硬性，想。我唔知在惊啥啦，为什么我连替小金讲一句话都唔敢呢？啊，公公啊，徛伫边啊，啊，看彩华伫干咩？想啥想到你戆神戆神呐？我咧跟你讲话，想听到无？啊，是啊，啊，有啦，我是咧想讲吼，啊，倩倩我安尼卡几啊通电话呼伊啊，啊伊拢无接咧，啊唔知是毋是还搁伫咧甲我接去啦？无啦，伊啊转来厝我也接袂掉，我过来招架啦吼，过来。你刚刚去往泡的水里底，他就认真冰，你晓得啊？弟弟，康家的代志哦，妈家己会处理啦。以后你若无代志，卡莫去公司找我，以免甲人去冤家。你江彩华就是靠自家己家己好，当初家己在公司就会当怀里行的，做人遐尼阿爸。我可以安尼欺负你哦，我就是忍袂落。卡莫甲迄种人计较啦，咱就当作讲咱去踢着石头，顿一下过去啊。后摆妈看到伊闪较开的，都无代志啊。迄种人你会当忍，雷万发嘞。伊当年不是辜负你，讲伊亏欠你，想要弥补你，结果嘞，今日看到张彩华在欺负你的时阵。目睭轻轻看你互人糟蹋，伊是安尼连弥补你的。唉，我甲对办法的代志都已经拢过去啊，伊即马对我来讲已经无任何的关系啊。你会用的卖睬伊，啊，不过伊袂用的。伊到即马搁伫遐，互你受伤害，互你受委屈。妈知你是替我出气啦，也不过代志闹起来，对啥拢无好处啊。所以你着牺牲你家己，把所有的委屈拢家己吞。这二十几年来，你所受的苦，真正都无要紧，无要计较啊。妈，你较清醒，
迄个查甫人唔代表你安尼为伊牺牲付出，佮一再吞忍。敢讲你拢袂怨恨这个毁掉你一切的查甫人？假使讲我乃是无怨恨，这个才几年来，我都袂常常做噩梦啊。既然你嘛遐尔怨恨，现在今日我伫咧江太华面头前，把所有代志拢讲讲出来，替你家己出一口气啊！要出一口气真简单，然后呢，代志是要安怎收煞？丽丽，过去的代志，咱也无法度改变啊啦。阿达，当伊即马无伊的家庭，伊有伊的人生，我嘛无需要让过去的伤心事来影响着我家己的生活，所以我选择甲放互袂记，安尼两家伙啊，才会当平静。咱若是甲伊拢无搞差，都无要紧。啊，不过即马代志毋是安尼，迄个江彩华一再软头轻骨，都是毋肯放你耍。至少你爱去甲林焕发讲，叫伊甲伊的某管好好，莫过来找你的麻烦啊。我都想无想要甲伊有啥物搞差，所以我嘛无愿意来搅扰咱的生活。因此，我嘛无需要要甲伊讲啥。我就是无法度忍受江彩华安尼欺负你。你若是唔肯甲伊讲，我就替你去找李万发讲。你安尼唔是咧为难伊，这是伊欠你的。伊若是无担当处理，想要像今日安尼计点点，我就甲所有代志拢讲讲出来，让伊的某囝知影，伊是安怎咧辜负别个查某人。我即马就去甲伊讲。奶奶，你不要伫做，是安怎袂用的？妈被保护了，不是？是你。虽然妈今嘛受一点仔委屈，也不过至少咱的生活真安稳、真平静。可是讲，你若是把代志讲出来，干无要紧，都永远无法度把过去的代志放下，都爱跟伊来口走，永远都得天未煞。所以，你千万袂讲出来。啊，不过妈。我知影你是唔甘妈受委屈啦，但是妈搁较希望讲，咱母仔日子会当过较自由自在，无烦无恼。所以，这件代志你着爱听妈的，莫搁追究啊，吼。迄江彩华遐尔好掰，唔但害你调职，搁讲话糟蹋你，敢讲拢无法度治愈。其实这摆我会调职上大的原因，是我物件看唔到才出代志的，嘛不会完全怪江彩华。也是讲家仔头家也体谅我伫公司做遮尔久，把我调去做清洁工。虽然讲台务较低出啊，无奖金，也毋过至少咱会当维持咱的生活。做人哦，爱知足，袂用伤贪心的。妈。我一定好好打拼，赚足侪钱，让你过好日子。你莫阁气啊啦！我无爱你看迄种人面时咧做工课。好啦，妈哦，会等你赚大钱，啊留在咪厝内做贵妇。啊，不过你即马啊，阁爱好好打拼，爱加欠一寡钱，啊即马暂时莫想遐济啊，吼。房内拢无接电话，叶芳，你怎样？嗯。啊，你走去倒位啦？拢袂到联络，我开手机啊，你也袂接，我真烦恼你呢。东江公，我即摆甲中华维持好的关系，有啥物好烦恼的？我已经大人大姐啦，袂走无去啊。我只是手机啊关机，所以无接到你的电话啊。我来开门。中华、欸，二姐，你新哥，哎呀，我来。我是来关心雅芳啊。好来，小姐。雅芳。
阿姐，多谢你呢，高爷想着我。我知影前一阵啊，我有一点仔无爽快，啊，不过拢过去啊。大家是一家人，我当然会关心你嘛。你最近好无？唔免你叫我衰啦，真是叫我生一个嘴皮，到即摆想起来阁会疼。迄个时阵，我开始不应该动手诶，而且你才该回去咧。收着啊，叶芳，总会是希望会当化解大家的内疚，希望恁一家会当和乐，所以今天再来关心你。你是不是当先奉好你的文案，卖阁计较？我都已经讲我收着啊，阁无够。叶芳，中华今天就关心你，我希望你心肝放较开嘞。我两二姐跟中华和好，咱大家重新开始，你好吗？二姐，你放心啦，我跟叶芳已经和好了啦。李潇相信讲哦，叶芳袂跟你去计较啦。对啊，叶芳，叶芳。是啊，我跟仲华已经很好啊。快点，恁阿婆会当好好，安尼我当放心啊。阿姐，我已经收到你的心意呀，那呢，你就会当放心吗？歹势哦，我忝啊，若是无其他的代志，请你请走。芳，二姐，你才拄来呢。啊，不过我忝啊。二姐，歹势啊。中华，把我送伊出去。好啦，既然呢，我临刚才来看你。你先，你先走。二姐，你是个歹势啦，把我送你出去啊。中华，你要去体谅叶芳的。我知。坐袂掉，我要开车出去洗洗。啊，我刚终于出去，伊刚对你发脾气啊。啊，拢出去几工啊，今麦才知影烦恼啊。伊对你发脾气哦，伊今麦真正是愈来愈烦啊呢。无啦，啊，就算伊甲天借胆哦，嘛唔敢甲我发脾气。我就知，嘛是无发威，那真正发威起来哦，绝对是河东狮吼。爸，迄大脑壳，万一水果到袂出一只猫啊！哎呦，你这囡仔讲到安尼，你是咧搞娱乐，还是搞考试啊？当然是搞你娱乐啊！嗯，娱乐，好啦。阿母，是咧啦，为着我的代志吼，害阿伯啊，真哩生气。免怪伊啦，是讲哦，你若坚持要甲青青做伙。恁这条路会行啊，最辛苦的哦。你得有心理准备呢。阿母，不管是偌辛苦，我甲倩倩哦，咱坚持落去。好啦，啊，既然你有这个决心，阿母一定支持你。阿母多谢。啊对啦，我有交代啊，我健身中心的教练
爱跟你联络啦，所以员工旅游的代志就麻烦你啊。妈呀，你讲，啊你家那么高关心，你应该是我给你说多少才对。哎，啊你放心啦，等你拿跟我联络吼，我再看你的需要，啊给你安排一个合你两半夜行程。嗯，好啊，多谢。对啦，多谢。喂，啊，朱晴哦，什么代志啊？啥？你讲干么这些？好好好，我知影，多谢你哦，朱晴，多谢你，嗯，拜拜。啊，那啦，什么代志好这欢喜啊？妈，我考掉啊，我考掉啊！是考掉啥啦？空姐啊，我考掉空姐啊，会哪？姐姐，容易啊，这都是你的理想啊。欢喜个呢。您看来，泡茶、姿势、手势，进步真多哦！啊，还不错啊，真是的哈。我爸妈咧讲啦。但是即马问题不是一个泡茶，问题是你，我感觉你非常非常严重。迄天你去找这个林东江，我就感觉讲。我竟然说家己这个业务叫战守则完全错误，而且我感觉是你这么惊骗你啊，你话咧走火入魔，我绝对要想办法把你救回来，调正，加正道才会使。爸，我已经跟你讲过啊，我要去进前真正唔知我朋友要介绍的是林东江啊，真正是意外。所以这更加需要爱小了解一下，你甲看卖。那是什么评语？会去介绍林东江给你？可见这个人跟林东江是同挂。既然是同挂的，而且我都一定要去了解，所以你要找一下我鉴定看嘛，我就知。爸，我评语嘛是好意啦，啊你别误会啊。啊，非得我跟林东江也未够有接触啊。要不要要不要不要？那无论如何，你先叫我叫得出来，叫得出来，哎，我先鉴定一下。我跟你讲哦，你要了解哦，恁赵老忙，这个目睭，啊，特别是个啦，鹰眼同款，比 X 光比超音波还厉害，鹰眼。You know？ 赵毅，阿达，阿朱毅，来，开始。啊，刚有甲您交流啊？啊，不，你先，好，你好。好。之前那边安尼讲炮台啊，迄个活动开始到即马，我足无看到你安尼吼。啊，今日老袁来遮，是要来问看这个善款到底安尼运用上？啊，不是啦，阿主任，啊你吼叫我注意就好啦。哦，安尼哦，叫你注意，啊你慢慢叫我注意啊，我感觉听起来真轻松，因为您爸爸比我老足多，而且我看起来像你少年哦，我规气安尼啊，以后我叫你注意啊，你就叫我神助叔叔啦，好，阿姐，我老今日啊，先来找阿达，我刚伊讲好啊，今日要出去食饭啊。对啦，啊，终于最近又心情无好，想找朋友开讲啦。啊，若无其他要交代的，我先来啊。哎，是，心情不好。哦，安尼好，我这个开讲之后，我嘛想要了解恁少年人到底在想啥，有啥物代志哦，疑难杂症，我反正会使替你分忧解劳。来，我来泡茶来，这，坐。来，喝茶。对啦，阿姐，你刚倩倩哦，跟我倩倩爸爸拢有熟识啦。啊，反正啊，嘛是会当给我一个意见啦。哦，即卖问题是你讲倩倩就对啦吼。是啊。好，对啦，倩倩。啊，终于即卖都有钱的困扰啊。啊，简单讲啦，你跟倩倩哦，都是现代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啊，有够可怜的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叫人生死相许，无语问苍天啊。
这就袂输跟那梁山伯与祝英台。我了解，我了解。多谢。叫你听起来哦，你甲这个倩倩恁两个人啊，真正是上无辜的受害者。阿姐，你甲这件爸爸嘛是在遮久啊，啊对伊个性啊，嘛应该是真了解啊。我甲这件问题，敢真正无解？嘛袂用安尼讲啦。这个慢慢的发的，迄个头壳啊，袂输敢那迄个雪球同款哦，用电钻啊，钻光钻，嘛钻袂过，钻袂通过，是啊。要唔过我感觉你甲这倩倩恁两个这恋情诶，使讲是一段苦恋啊。爸，你莫遐惊中意啦！啊，当初我甲生伊交往诶时阵，啊，丈母嘛是反对甲足厉害诶啊！啊，结果最后我嘛是结婚啦。嗯，这种叫做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啦。说得比唱得还好听呢。你唔通忘记，当初是受我这丈人把你挺你，你到我都揣了心意呢。你敢有？终于敢有？啊？啊！现在暂时无改。你莫想伤济啊，啊顺其自然就好啊。啊，你换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哦，啊，你甲倩倩就算讲无任何阻碍，啊马上结婚嘛无一定着讲欢欢喜喜啊。啊，像我甲心仪啊，啊结婚了后哦，啊着讲为着生囡仔、买厝的代志，安尼着讲吵吵闹闹，我烦恼无比较少呢。你即卖意思是讲阮查某囝无好？嗯，爸，啊，你嘛是做人人师的，我心情你应该会当体会啊。男人何苦为难男人？是，男人何苦为难男人？这句话讲得太漂亮了。但是弟弟，我心目中因为那是囡仔，你不是男人，哪算男人？像讲我不是男人啊。嗯，那你也不是哦，你去问心仪啊。哦，我的表现哦，拢是这个的。敢当在我的心，你敢当在我的面头前，讲你表现这几个，搁叫我去问心仪哈？你真正死唔知啊！过来，后背来，哈，拍死，伊安尼无大无小啊，别介意哈，让您看笑话了哈。袂啦。我讲阿达啊，实在真久啊，伊拢来呢啊，对啊，没关系啊，对。啊，其实啊，我嘛真认识阿达啊，伊会当啊，甲家己个对方啊，感情真哩好。哎，讲实在，我若是会当啊，甲倩倩伊爸爸啊，感情啊嘛是同款好啊，唔知偌好。嗯。啊，你若是真认识我，规气我甲你交换啦。啊，你拢唔知影，我逐礼拜来遮听阮丈人爸念经讲经几落摆。你会了解，你话都来听这个经哦，是你顶世人烧好香，这世人倒得着这个福，这是你的功德呢啊！别人要听也听无，你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啊！你这个，那个神经病哦，不能抓头发。哦，顺刚连的超连呐！哦，哎，有完没完啊？一直放什么东西啊？我巴肚疼啊，我来感受。你巴肚疼，跟你讲那个，不卫生，一点我别放屁了。大概弄安尼。来，快点。几啊摆你拢袂记啊？啊！我来，吹起来有来头，啊！哭，卡哈，
酱，哎，加猪。哇！阿伯啊，弄个五零花啊！啊，想袂到，迄卡手果遮尔美俩，我真厉害。在得，所以你千万唔通掠伊啊，花也白个安尼。真扯，你走个扯。安尼会晓无？哎，我有成长啊哈。好，来。阿伯，来。老王老贵不到到啊！我哩你先不用嘛，人家那保持得到。好好，感谢感谢感谢。好好，增加嘞啊！俺人死那么多嘞，应该终于又被讲崩。你遐又被啊！来来来，咸鸡连个吃，咸鸡连个吃啊！小戴，再过年了，来来来。要拜到啊！我就要报名，要参加的钱呢？啊，我那不了是，我那钱我退出了。你就是安尼啦，啊为少年甲即马拢咧恢复性，安尼拢袂改，个性恁遐尼固执，啊大多人咧，你甲咧拍招连插都唔插啦，你也了解，今仔这是倩倩的男朋友的老爸捐200万，咱这个重工程到时阵继续维持，继续安尼操练落。啊，怎么讲？他都甲咧拍一个招呼，你也唔少甲人挨杀直接，我咧做咧去拍鼓，安尼敢是做人的道理？安尼敢对？原来你3万都是你的囝婿阿达来头家啦吼，所以讲你遐尼巴结伊。哎，你敢知影讲你3万的这样名叫做啥？伊叫做李有才阿仔啊。伊都是歹代志做了受罪，关这200万是要来赎罪。嘿，你这人真正真奇怪咧，办行代志拢要想歹的所在去。这李3万卡叔讲话真正要抱伊，我都亲身甲伊见面，我亲身甲讲唔是够较好。我安尼讲完全是因为你替你想，你爱小改一下，卖用家己恢复性、家己固执去影响到恁查某囝幸福，知无？但是我讲的是对的，安尼啊就，哎呦，搁搞清楚，无，但是要搁安怎啦啊？手麻啦，手麻算嘛循环歹，脾气小改就袂麻。好啦，你卖安尼啦，算唔得太多，我就听着。听到阿达拉就阮囝婿，甲这中医两个妈子，哎，中医心情歹，心情真温存来这里拜拜，啊，来这里找阮阿达来讲心事，我这边我拢听到，我那听真唔甘啦吼，所以唔得甲你讲这个代志，来了解无？来，要阮家的代志啦吼，免你管啦，啊，免你管啦，伊个领导的代志啊。啊，麻烦啦。我唔是咧跟伊搭水果啊！啊，你慢慢安尼切我伊，我咧做下来，拢无要插我。我讲的是真的啊！咱拢是做人的老爸，你爱护查某囝的心情，我绝对会当体会。哦，啊，是讲你哪达的啦？妈的，欠天！啊，当初是你那答应讲，你死也要嫁给伊啊！总共一句啊，爱着到惨死。我会当安怎？我咧烧火连焚烧啊，对吧？我本来是讲，你甲这阿达啦，好好甲看起来，看看会成功诶。我们心仪过好日子，卖对伊食苦。想要讲千生万生，唔等你提一话。我你教伊变哪干搬路，变哪创业业，变哪干交配。竟然安尼，好伊安尼个娶，竟然个啥娶骗伊啊！啊！伊竟然怎啊落落去了？啊，讲啊一个无效嘞！不是总共一句，我当时感觉讲咱爸母啊，特别囝儿时阵做伤侪、想伤侪哦，对难过，不是什么好事啊！好，来，你讲啊，滴滴噜噜，我来听，讲重点。你真正要听重点？
我的重点就是讲，莫因为你的固执甲你的恢复症哦，去影响到恁早嫁一生的幸福啦，你了解吗？哦，啊，你哪会遐尼关心我的早嫁啊？我本来真关心你，主事我来最关心你。我是甲你咧安尼爱搭嘴讲，恁早嫁遐尼固执，我本来最爱。哎，我分得真清楚，我无缠着你。擦，哎，你安尼万分礼尚晚，连兄后生你也咧万缠落，切够感动。我了解讲你是咧关心我的查某囝咧，啊，原来你是咧骂我，熬牵拖来哦。我唔要，恁查某囝，因为你的固执，因为你的个性，你害一世人，你得不到幸福，遐尼痛苦，嘿，更无应该甲你念，更无应该甲你骂，嗯？唔要啦，我安尼做对我查某囝真真是有较残忍。要讲安尼做嘛是为伊好啊，讲别人是足简单的哈。我做你的时阵哦，反正你比我阁较想袂开啦。爸，爸，我来向来找我啊。有一挂代志。什么该参详啊？哦，我来来，阿姐阿姐。什么代志啊？最近林东江利用你所店的身份，开始拓展家己势力啊，而且是愈来愈超过啊。哎，这想嘛，知一定安尼做啊。阿拉无，伊选你所店要从啥？就讲你放心啦。我爹咧，伊唔敢夹着你啦，啊！我爸爹咧，伊当然唔敢安怎。俺讲林东江迄个人，什么卑鄙的手段拢做会出来。我是烦恼，伊暗中用什么奥博在甲咱创空。啊，佫有一件代志，我愈想愈奇怪。林东江迄个人，哪有可能选会着你署长？哦，雨山啊，你即马是咧怪爸爸当初时？你所定的选举无够出来是吗？爸，我唔是咧怪伊啊，我是感觉足奇怪啊。林东将伊公司的规模遮尔啊细，佮加上伊这个人哦，无啥名望佮地位，啊，照理来讲，伊根本就无机会搞到一个竞争啊。所以你最后关头，我想方招出来乱啊。啊，毋过二姐有爸佮阮爸的支持啊，就算遐李叔受到影响，嘛无可能完全改变主意，佮票到林东将啊。现在想起来，当初一定有什么力量在暗中支持，啊，若无，你哪可能动算的？总局长，啊，这个拢过去的代志啊，啊，无法度通改变啊啦。啊，咱人哦，一直想过去的代志，迄无啥意义啊。咱就要看眼前，看未来啊。爸，我就是靠着未来，我们才会找你啊。今麦若是要对付林东江，就是要找出。是上帝暗中的支持，爱切断伊对林东江的援助啊！我想讲你的了解，有实在一挂历史啊，啊，敢唔当麻烦你替我探听看卖啊？啊，到底是上帝背后在支持伊的？好了，我再替你探听看卖啦。不过总局长，我今晚上烦恼的哦，不是林东江的代志，是你的代志哦。哇！你个赶紧哦！想办法去确定讲你伫名扬接班的地位，这才是你即马上要紧的代志，嘛是我对你的期待啊！啊，若其他的代志，我拢替你处理好势啊！爸，那就麻烦你啊，我先来。好嘞，拜拜，爸，再见。绝对袂当让总军知影，当初是我在听林东江，啊那无，一定会拍歹阮丈人囝仔关系。那呢，我所有的计划，就拢会受到影响。
电话未开启，请稍后再拨。中华中调休困的时阵都会关机，只用电话卡过去，一切都拢好势啊。是阿芳哦，想要回来看你啦，我惊歹势，所以就陪伊做回来啊。嗯，家己来住，有啥物歹势？啊，就是一阵嘛，我对爸较失礼，所以哦。你回来就表示你知影错我。哎，对，我叫总会甲你送个燕窝，啊，你敢有食？迄对身体真有帮助啊。有啦。多谢爸，都全工叫了一场。你是爸的心腹，跟我家己查某囝同款，我哪会疼惜你？所以我一定要当面甲爸说一多谢。对啦，爸，二姐呢？哦，还没下班呢。啊，拢已经这么晚，拢还没下班哦。二姐吼，一方面咱无用明仔个代志，啊，另外一方面吼，还无闲甲立信哥个公司啦。啊，所以较无闲，即阵我转来吼，才正常。嗯，是啊，因公司的新装要赶出货，也较无闲。爸，你吃暗顿了没？吃。奶奶吃点心啦，这是你想要吃的饼哦。爸，这是亚芳哦，昨天去买的哦。哦。好嘛。吃一块，吃一块。中华，立新哥，亚芳老师进来啊。是阿芳哦，爱我陪转看爸啦。方便是，已经，卖安尼亲近啦。哦，来，这吼是阿芳买啦，来，大家做伙食，来，起共来。嗯啊，你有代志？爸，嘛不知是安怎。刚你话过去，雄雄告状啊！安尼啊，我刚影响到你。我只归秋冬新装就是雄雄的硬拗啊！晋江先生不是我伫咧负责的，迄机器嘛正常伫咧保养啊，应该是有发生一款意外才对啊！啊，李静，歹势啊，这是绵阳的新装线出了问题。叫生理上的规矩，我明阳来赔偿你的损失。赵司令，你别误会，我甲总会来跟你讲这件代志，不是想要提什么赔偿。这个，上海想袂到讲，工厂的机器会临时故障，所以我袂怪任何人。也毋过，代志发生了，我去现场看过，我认为这个机器的故障是有两条工来破坏。所以我希望董事长会当查好清楚，阮的秋冬新装烟脑酒气是小事，因为影响较大的应该是名扬信用甲名声。啊，这我知影。你奇怪是啥人诶，会安尼做？这个是我初步的看法尔。我想董事长也够中华对名扬行山线的了解，应该比我搁较侪。我只是提出我的疑点，互你做参考尔。一定要查好清楚。中华，新三松啊，你想了解，赶紧陪恁二姐去查好清楚，到底是什么人做。嗯，二姐，你放心啦，我一定查清楚哦，给恁姐交代。董事长，我甲总会搁要去工厂处理一寡错误的代志，无先离开啊。好，啊，你先去保养。二姐，我跟你去了解一下。妹啊，秋天应该在处理啊。你跟亚芳都留来陪伴哈。嗯。二姐，你放心啦，这里可以。
看我这副家，你看没有？再大事，一起想安做。十年修得同船渡，百年修得共枕眠呢。在阿嬷做伙，绝对是有加减两个冤家，嘴子甲嘴子在加着，哪有可能会无冤家的道理对吧？加减拢有一寡欠点的所在，有欠点的所在，你就要改进。当初时，你家己想看卖，当初时是安怎？恁两个会互相包容，会互相信任对方，会遐尼心心相印做伙。都敢那一字，迄字上重要，是倒一字，就是爱。恁两个就是有爱，唔再做伙，对无？所以恁家己看卖，恁家己看，恁这么根本就唔是讲什么在冤家嘛，你是互相的激气，无任何代志无法度解决的。你看你们两个郎才女貌，你红阿婆面，让你红阿婆面，所以好好活咯，好好做伙，恁无可能会分开的。所以咧，有一件代志恁绝对会记的。咱咧讲治国齐家平天下，家庭是真正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国家要强，上重要的家庭；家庭要好，上重要的好咯。红阿婆在讲心，人家说红阿婆那是讲心，恩金嘛，对，石头就变恩金了，还了解无啊？这上重要哈，参照我某，你讲我某嘛是安尼，虽然是体贴做温顺嘞，我嘛是安尼，我的态度会再决定我的高。啊来哟！你到你去看嘛，到底是安怎啦？你莫叫当你干冤家啦！啊，我冤家足厉害嘞！你讲我某安那？哎，我某在干冤家，嘿，没哪有可能的代志。你唔当误会，因为我某是李长。哦，啊，有当时，迄李长伊拢投入在公益活动哦，啊，可能是伤过热心啦，啊，若较热心啦，加减弄个热心过头哦，比较会差较侪，会较加无情啦吼，无可能讲冤家啦，啊，是说，但有可能哦，是啥？你讲话啥？到底是啥嘛？啊，咱社区哦，上欠开的查某啊，江彩华。就是恁那游览车的司机吼，开车技术歹啦，啊好啊路唔行，偏偏吼驶位边去，啊车去骑到这个险公哦，路拢无修理，真正不要驶准你险溪话。啊，咱这里的有影的路拢无平，路顶常常歹去，最高拢西邦塘啦。讲你这李长哦，做了小够了人的。哎，你讲我负责任无？卖你红虾蹦呀，你真有甲我退出来。嗯，我规台车的人家拢会当做证，讲你的路有偌歹啦。啊，规条路坐顶起起扣扣，啊，你叫你出来讲啊！哎呀，外国人讲啥你敢听有？哼，卖牵拖啦！你根本哦，就是哦，跳江来徛坑的啦，来找麻烦的啦。讲你这李长哦，小狗无风度的呢。啊，我发现讲路无平嘛是为着大家好。安怎？未见机的哦？还是见小灯生气啊？你才伫个见小灯生气啦！我来跟你讲过啊，你真有提出来看啊？我做你领导的，我来跟别人讲啦。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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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卖完了卖完。来，大家不要生气了哈，有话好好们慢慢的讲，慢慢的讲。我你讲人家小查某听走来吃乱啦，你也好出评价你个啦。好啊。哎呦，笑死人哦！叫你人来评理，啊，恁人行路正人哉，感觉讲你唔对啊。哦，你讲这话有点就唔对啊。我这个人，我偌清楚这个人啦，公正无私，就是我的座右铭。还有是我的扛棒，而且我不管是对我有关的还是无关的人，我拢是安尼属于判断来真健康，绝对唔是讲假冒，我是对是尊重吼。对，假冒就假冒，讲遐好听嘞哈，你哦，无路啦，哎，讲叫我无路。哦，你这句话真正改在我边嘞！我就是好心来做公亲，做公亲变叔叔嘞。我本来想讲嘞，大叔化小叔，小叔化伯叔啊，平平安安无代志啊。结果今麦你讲我这，这哪里变到？这是实际今麦讲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哦？我管他你什么意思，我讲的属性啦。什么是？不你今麦，你今麦你，我感觉你今麦全麦要来乱的呀。安怎哟？啊！今嘛，阿阿婆要共一个鼻孔穿开，你下起来去有问得着啊？我李长做袂好势，搁袂堪要人检验的。啊无，你这李长是做什么事个呀？哦，我知呀。吼，安尼开嘴合嘴啦，拢连讲我这李长做了唔好，我看你根本就是替恁办法出来吼拍头阵啦。啊，超工吼要来甲我抹黑啦，死狗吼再甲我出来吼做伙甩李长对吧？哎，阿妈，你刚刚就你放上头哦。
无咧稀罕呐！啊，若要做嘛，做管市长，做里长要创啥？做里长要替人掠纱布哦？什么掠纱布啊？你讲这什么意思啊？哎呦，这条好唔免惊人讲啦！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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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卖吵，卖吵，卖吵！啊，即卖就嘛，原来即卖为着家己事做代志啊，一个头两下都头壳摸得先，那有迄个时间干什么选里长啊？对不？你听人来讲吐槽，你听你倒一边。就事论事啊！就事论事啊！论到我的家内事。哎，我当时咧论到你的家内事，哎，你今晚咧讲这个蠢蛮蛮来回应对不？我你安那？无安那，我意思讲你们不要再弯了哈，而且无什么代志，卖个弯了哈，我就弯了，我干嘛了？好啦好啦好啦，卖弯了卖弯了卖弯了。这小查某来卖走来家乱了，我再袂跟你弯的。我欢迎明仪，安尼敢袂用诶？还是我替你打一条公告，甲大家讲哦，不管你这里长做个弯了，阿妈都拢得点点。哎，你讲这啥话啊？哈，你讲这啥意思啊？你敢讲我清楚啊？做里长哦，来做人人好，唔通做个正人弯啊！你连小小白虾，你不讲啊哥？好啦好啦，什么人正人弯他？好啦好啦，你敢讲我好势？伊都已经走离开了，惊得好，惊得好，惊得好，好，慢慢。你哦，你做你较无路用的啊你！我不是好男不跟女斗了哦，你不要生气了嘛？什么生气？哎，我超工叫你来给我评理的，结果你用吐假的你。赖神助，有赖神助，你有你拄着好肉母，你没补啦你。那我没补啦，我如果君子爱来取之有道，对吧？这个该不关你啦。我意思讲，或者中华之国哈，和平相处哈，这个家。家什么？你是咧讲讲啥？你甲讲。不能讲，拍电话。卖事，我泡掉你。去跑啊！是啊，特别过来机场哦，来迎接，来台湾哦，上水的空中小姐。慢慢呢，较低调的。有啥物低调？而且我真心的，啊，我这样有诚意哦，你嘛跟同齐好不？我唔过，这是我上班的所在，可是公共场所，你袂歹势，我感觉歹势啊。为什么爱歹势？我讲的嘛是真的啊。啊，唔过我只去两天，佫是我头一遍进行飞行。你不过太尔夸张，袂输我是我对阿大新闻。你啊，在我的心目中，永远拢是啊，上重要的大人物。你，行。啊对啦，头一届啊，飞入天顶，啊，感觉安怎？恭喜。有啊，一切拢真顺利。当初嘛就照顾我诶，我希望一切一点都来如好。安尼就好啊，我希望啊，咱感情哦，也是会当啊，参求你诶感觉同款，啊为地勤啊变作是空姐，一飞冲天，哇，愈来愈好，愈来愈快。安尼我送你倒去厝。免啊，我想要去旅行社，坐嘛。哦。你放心啦，我做代志真认真，确定你嘛会当检查，看我是毋有变清气。
你这个要创治哦！不是，我唔是故意的啦。啊不，这就连我给你定义，他唔，没，啊，七姐倒来，你还唔是问我，送去给你做代志啊？真叫气死呢！后来讲啦，你啊自己敢唔出包哦？唔是你目睭歹，是我细目睭。我做唔到代志，我也是咧提醒你，但是请你唔通规矩，就要讲叫啦，倒一点仔口地方。 公司请的这款哦，真正够衰啦，野鸡，哦，这个鬼的，气死！啊！妈！啊！我你，你来拔走啦！哎呀，真的，小心麦球啊！哦，真正够气死！ 跳下海，我跋倒！哦，哎呀，错无了！错天啊！哎，你害我妈跋倒，刚才才回去。刚才是倩倩，歹势啦，害你妈跋倒，那是我的疏忽，但是我嘛绝对不是存心的啦。哪样就出来啊？想啥脾气？做啥生气哦？ 我刚刚清洁工，拖到拢是对这位乡的知影无？小弟从妈去病，那是有受伤，看你马上交代。我前前麦甲伊讲过，伊遐济讲，迄个无效啦，即款人。阿母，啥？伊阿会我的鞋啊？妹妹，就算我妈即摆只是一个摒扫的，啊，不过伊在公司是资深员工。 你妈把头关看会袂起，敢讲连你都看会无够重啊？我无迄个意思啊，我拄才是看到我妈跋倒，所以讲会较大声。伊明明就是挑工要害我跋倒的啦。我妈袂倒撇这人，是伊毋对伊的承认，啊，不过伊绝对毋是挑工要害你的。嘿啦，啊你妈若毋是挑工的哦，但是连摒扫都要袂晓做啦。妈，莫安尼啦，煞起来，我先出去病院看看我安怎无好。我即要去病院嘛无效啦。 我若要平安无代志哦，毋是干阿去病院就好，是爱请这人离开公司。你敢要甲阮妈逼走？平常时你来公司作威作福，大家是不是要了代志才吞吞的？你莫当作大家拢真好欺负啊！妹妹，请过来较尊重的。你妈敢有尊重阮？啊，我拄则跋倒，突然讲话较激动啊！哪呢你嘞？代志无问候清楚，就拄阮妈甲说声，你敢毋要甲回事嘞？哼，哎。 啊！即摆明明是你妈妈唔对，想阮姐姐来甲伊回事嘞啊！啊！我知影进前佮甲你当作是好朋友，想袂到你嘛是安尼看待阮妈妈的，你敢回一声死内拢做袂到？丽丽，是妈无小心，才害人跋倒嘛！真是的啦，是我唔对，啊！即个代志吼，后摆袂佫发生啊啦！歹势，唔好加载。 好，家长，病情写有咧顾真久，啊，我若写一个哦，代志真正大条啊！真正啊，啊，中医健身中心唔讲要派人来摕资料，啊，人咧，你再叫伊等我一下，我再去整理伊哦。迄人就是伊哦，安尼拄好啦，这资料你客气。 啊！若看无就莫怪我，这拢是你妈害的。紧，紧，弟弟，这吼，妈妈会帮你用清楚，看袂清楚，我还佫印象很好哩吼，不要紧。我姐姐，叫人去拼拼，那会佫是谁？行，来是你，行。 我要你甲春日工课做做，做安尼会当。算起来吼，你甲倩倩是共别个好姊妹啊，不过也无爱你。
甲亲家为了妈的代志来冤家。阮大人的代志，慢慢去影响到恁少年人的人生。像你这卖年纪，应该是无烦无恼，快快乐乐过日子才对。我嘛希望妈会当快乐，啊，毋过是亲亲伊妈甲抢走你的一切，干那一直欺负你，而且爸嘛无法度互你任何弥补。弟弟，你莫安尼想啦，啊，呾代志也经过遐尼久啊。我不爱讲，你为着这个代志怨恨任何人，甚至恁爸爸。啊，你也千万唔通去找伊呢，也若无会破坏人的家庭。我知影，虽然我心内真唔愿，嘛真生气，啊，不过我袂去找倩倩因，踢破我的身份。啊，不过我嘛无可能，阁继续甲伊当作好姊妹啊，甚至连朋友嘛做袂成啊。你之前跟伊感情不是真好，迄是因为我唔知影江彩华是伊妈妈，伊妈对你遐尼歹，啊倩倩讲咧为何伊，干了偏激点，我都无可能继续甲伊当作是朋友啊。弟弟，你是唔通为着妈的关系？妈，你莫阁苛刻我啊！我的代志我家己会处理，顶多是你啊。即卖在旅行社拢有江彩华欺负，我看你过去莫做啊。啊，为着我即卖收入真稳定，咱生活嘛无问题啊。厝内面的代志，我要来放下，互你一人来负担啊。妈，你遐尼辛苦，甲我吃大汉，即卖换我照顾你啊。你着莫阁委屈你家己，安尼互人欺负啊。好啦好啦好啦，我会考虑看卖啦。有几根杆啊？你就紧甲试试的，啊，我阁有代志，我先来啊。嗯。阿丽，啊，迄丽丽性遐歹，啊，教教嘛无好，你哪去甲伊做朋友啦？伊无你讲遐尼歹啦。无我讲遐歹，啊！拄仔你嘛亲目睭看到安尼，对我什么态度？这敢毋是头一遍啊？哦，进前几啊遍哦，甲我讲话足无礼貌，大细声气压压的。啊！拄才先为何伊骂，讲话动力较冲动。啊！就算讲伊无尊重我这个时代，伊嘛爱看你的面子啊。无差伊个对伊也好嘞，倒不需要叫恁爸拜托人去买健康食品给妈妈吃。妈，丽丽真正无你讲遐尼歹，是个性较直。我再讲，拄只会到无欢喜行为，你甲伊骂冤家啊！好啊，妈，即摆起代志拢已过去啊，就煞煞起啊，莫去讲啊。我无想要因为即件代志破坏我甲伊姊妹的感情。嘿，无啊，啊你到底想啥啊？伊都拢甲我呛声，啊你要去甲伊做姊妹啊？哎呦妈，好啊，你莫阁生气啊！这件代志莫管啊，我家己处理好不？阁再讲啊，丽丽是中义健身中心的红牌教练呢，我若真正甲伊毙命，做伊家己中风，毋是足歹做人诶。我有啥物好歹做人诶啊？啊，那个死掉就好啊。中义是头家呢，啊无敢要惊伊哦。哎呦妈，我无想要互中义牵拖一摆，然后我无想要知影这件代志。好啦好啦，哦，我莫甲中医讲，啊，我再来甲你爸爸讲，叫伊阿莫遐加薄。你甲爸讲出去创啥啦？嗯，创啥？甲恁爸讲一下啊。较尾呢，以后路头路尾拄着，伊阁戆戆伫遐甲人小姐问咧。妈，你也毋是毋知，爸即摆为着中医代志已经较郁卒呢。啊嘛，因为你徛伫我这边伫遐维护我，甲有淡薄无欢喜。敢讲你希望，即摆阁为着这件代志，恁两个要冤家？好啦好啦好啦，我拢莫讲吼。阿伟，你嘛大汉啦，要管嘛管无法啦啦。哦，讲话就算了，你慢呢啦，我依靠你啊。莫生啦，来这套吼。阿姨最近当是有闲啊？要从啥啊？想讲就去中野健身中心行行，我得卡伊个健身中心会当跟你旅行社合作。安尼，我们来当好旅游更有特色，晚当增加你的客户。
安尼听起来嘛真有道理呢。好啦好啦好啦，你这甲仲义约看什么时间？嗯，可以互惠。嗯，互互惠，加贵加怪安尼。嗯。你来看一看，今天有下午无？是吧？哎，每一个路段，什么时阵修理，什么时阵验收有无？嗯。哎，这资料拢嘛有安尼写个一清二楚呢。佮讲什么？我一个路段做漏高去，哎，迄个彩华真正吼话安尼啥拢后袂讲呢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卖个计较，凊彩个安尼讲一句尔，你就点么咧气个呢？无彩了，佮计唔得了。嗯。免。啊，哪有可能无去啦？哎、欸，我是安尼，叫你尽心尽力在建设咱这里呢，你知影无？有，我知，我知，我知。好啦，好啦，你放下轻松，我跟你聊聊啦。哇！来来，你卖生气，卖生气。真正足生气。我来聊聊。哇！聊就好了哦。啊，对。这样，不问题。哦。哎，我跟你讲哦，迄若是讲哦，我倒去做了无好，无要紧。好，我就欢迎大家吼来甲我批评指教，我拢会用接受。哦，安尼说，较大力嘞。好了，做大力嘞，哎。够较大力，哎，对，多谢。哎呀，是。嗯。好。阿哥，哎，哦。哎，好，你安尼聊聊吼，我干嘛？是袂记，我要讲啥？哎，刚才话，菜话。啊，对了，就是那刚才话啦。对了。好，一些是啊。啊，你有较好？有啦，继续好嘛，好啦。有啦。不能，你做代志尽心尽力哦，你有尽本分哦，尽力去做吼，无要紧。人咧做天咧看，你总是有好报吼，还算功德啊。对，你安尼讲无唔对啦。对。好，我好绝对好啊做，甲咱这里吼咧建设较好，无话通讲，我讲。安尼就对啦，好。有较轻松啦，哈。嗯，有啦。哦，就对你啊，你想着健康个啦。新总，是讲哦，咱这个所在哦，有真丰富的人文景观，吼，甲天然资源，啊，这风景水，吼，啊，嘛真有人情味，啊，上主要是吼，咱遮有种一挂咖啡树，这别个所在拢无的。对吼，对。所以我咧想讲吼，是不是吼，找人来投资，啊，发展观光。哎，我感觉吼，这个感觉应该袂歹，你认为咧哈？哦，这代志水哦。水哦。100%支持你。水哦。咱规个地方拢欢迎起来，对咱庙嘛真有帮助。哎，安尼好安尼。还是讲哦。真的是我安尼理想的规模，我安尼看起来吼，这投资是袂少钱啦，所以吼，我是伫咧烦恼。你免烦恼，这你免烦恼，我对你绝对100%的信心。参照于你遐尼水，全台湾上强上水的里长，站出来喊一声，我相信，莫讲台湾，我们可以说全世界上好的企业家。绝对拢捧钱来跟你共享盛举，哈哈哈哈哈！啊 ，yes，OK。讲的比唱的更加好听。哎，阿伯这金主吼，你来找好不好？我未得找。啊？我找。嘿，安娜。好。多谢哈。没跟你讲，你还怕红棍啊？我靠！我今晚谁来接我？好 ，OK， 没问题。多谢你了哈，没问题，谢谢哈。OK。有龙神助啊哈 ，hold 得住哦。加油！好，加油，加油！这美珠的想法真正会通，咱这个所在确实有发展的条件和特色。假使讲资金好啊，整合一下，对大家拢是好代志。这问题是我要去倒位找这资金，还是要安怎才法度替美珠完成这个理想，明仔都给做起来呢？
心情较好无？就是心情无较好，唔才来吃。嗯。阿你哈，所以我咧讲过吼，咱是大人吼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你哪个要讲，我就要来做。别讲。我有代志要找你啦。你看咱这四季风景，你家己也看麦，看我尔啊水，对吧？我是咧想讲吼，假使讲咱这个所在，本来做一个整合开发。开发一个主题咖啡度假中心，你看下吗？度假中心没有，啊钱呢？钱要倒来？这钱哦、喔，这钱呢？首先呢，会使先这个，先解决咱这个比如土地这个问题哦、喔，然后。咱这再结合这个地方的资金吼，啊，甲咱这比如善吼，啊，咱再开一个会，开会通过以后，咱甲结合做伙，啊，共同来开发。啊，你怎么？啊，你凤姐，啊你笑安尼是呐？是赞成啊，是无赞成对吧？无啊，这件代志恁某都讲几啊百遍过啊，啊，你怎么伫个讲那有啥物稀罕呐？恁某在做你做的作业代志就好，你若有才情吼，啊去找一挂支持的啦吼，啊找一挂资源来，哎，先讲后边的，哦，公事归公事，庙的资源咯，袂用你安尼甲我替恁公交呢，哦，你做你放心啦，喜欢伊，喜欢伊啦，迄是两回事，我绝对无可能甲咱做伙啦。啊，不是刚刚讲话，咱共同，你怎么说话那种对咱地方哦，经济有利，卖过地公车啦，啊，我有心情啊。无心情哦，然后无心情，等你心情我再讲，咱先将代志解决再讲。好啊，我来等啊啦，来等啊啦。哎呀，你别走啊，买个杯凉还是泡茶茶啊？慢发嘞啊，慢慢来发嘞啊。哇，你安尼家一个对安尼动动下，较细腻呢。万一包括林检了，叫人开车去还是靠机啊？我是无得去来报。太祖爷，地主罗新祖，一心想要替阮某完成这个心愿，做好乡亲，请太祖爷保庇这个计划有一天会当来顺利完成，万事拜托。忍住了哈，我老清楚，真正靠台主来保庇啊！大家保得到，咱一定要成功的啊！台主，感谢你的保庇，有路神助，有路神助，有路神助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。你来监视器外面弄点点亮来的啊！大家，监视器拢派去啊？不是派去，是有人在这段时间干扰监视器，做一下补信号。你意思是讲有人动脚手？这人一定有计划，一方面破坏工厂的机器，而且同一个时间会干扰监视器。这人到底是谁？有什么可能无的？今晚我们来前来秋冬新庄拜天堂求亲，但今年做顺坛公公，我拢白费了。兄弟，还是
这个凶手就根本就抓不着。没啦，我相信人咧做天咧看，就算讲真正有人超过伊迫害，咱嘛一紧会当把代志查好清楚，把凶手抓出来。而且即马工厂嘛尽量咧管咱的产品啊，我相信只要咱个客户说明一下，你一定会当谅解。你是不是跟我过去？有什么好生气的？以后大家尽量莫有交差，就不会有代志啊。我承认我无应该对你妈讲话遐尼大声，我家己下死嘞。迄时我看到我妈跋倒，我唔敢再讲遐个话啊。你免甲我下死嘞。既然你妈安尼看袂起阮妈，我想咱嘛无可能做朋友啊。你在什么态度啊？亲切给你回去嘞，那是我查某囝有修养。你买俩尊哥，伊是这间健身房红牌教练，我亲切在弄起吞下牛奶呢。我不需要伊牛啊，我干那希望大家当将心比心，甲当初当作人来对待，互人上基本的尊重就可以。等下，怎么啦？我呛呛要落跑啊！算起来，阮倩倩是你的头家娘呢。啊，你莫俩阵讲你真牛，无你袂用的哦。我跟你讲，比你较安排健身教练哦，我凊彩找的太多个。啊，那你，我跟你妈妈在陆天霞同款，连扫粪扫都拢爱还亲近亲友。你哪会安尼侮辱人啊？我甲阮妈认真做工课，靠家家认真咧赚钱，是都是他们对不起你啊！你要用遐尼恶毒的话来糟蹋人？因为你不守家，甲是大讲话咧大细声屁屁叫，你一看就知影讲哦，厝内底妈妈拢无咧教啦，是恐怕无怪啦。啊，你像你妈遐憨蛮，免讲，嘛无可能生出一个有家教的查囝啊。沉默安静的对话，我。